저희 你是管的，我都怕了。应该要两个高的在场上。存款，存款。那我们会多久？妈的，再一球就古巴了。好球！啊，可惜。再压一次，再压一次就有犯规了。他对，他只要再压，再顶一次就可以换到犯规。不要这个时候上场。稳住！
好球。应该要换个高的，那个往近闪现。没有啦，要罚完球再换的，罚完球吹然后换。哦，还是火的不能换哦。啊，那个要。好，可以换了，可以换了。下次记得要先蹲在这个地方。对，要预备换人，要蹲在这里。灯光再撑一下。